穿了阿罗拉 sauce 过后，你的感觉走路方面怎样？我觉得很好哦。本来不能。本来你还没有穿的时候，你是脚都不能够动了，现在都可以动了。就你之前还没有穿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子走吗？不能。不能啊？不能。哦。这样子你是穿了几久，你可以这样子走路？穿了。哦，一个礼拜就能了。像你当时你可以这样走的时候开心吗？啊？当时你可以自己这样子走路，你开心吗？开心吗？哼。我终于可以动了，因为我终于可以动了，我很开心。嗯，很好很好，真的要努力多穿。OK。所以跟妈咪讲一声，跟妈咪一起拍一下。妈咪。嗯，妈咪在旁边看了。